家好，我叫 Kelvin， 现在下来真加入我们这里吃鸡饭。天气有点晒，真加入我们这里卖榴莲干一大堆啊。浇点烧肉过去，找位置坐什么？叫半只肉吼。OK， 半只啊。kurang ah ini letak YouTube ya sao lo 10块钱 我跟他讲很少很少他都给两片好可爱10 ah. Ada letak sekejap ah. Hai bayar. Okay. Okay. Terima kasih.叫了半只鸡，这个烧肉是10块，半只鸡还不懂多少钱？十块。看到没？开吃了。Later。半只鸡33块钱。还有水，老板娘给钱请客吃饭。哎，宝贝，9块，挖空它。人家荣兴村华人多，卖的榴莲也非常多。每一个地方都有一档的，这里我看最少都7-8档吧，卖榴莲的。吃饱后就走人啦，带你们看看真家乐有几档卖榴莲的，这里一档。1 hour later， 很久没有来逛超市，今天来逛 IOI， 看一看这里，车是很多了。
人潮也还可以，今天人也是蛮多的。没有了，这里哪有什么名牌？背一枪哦，后一步我开枪射你。马来人居多。但是呢，这里的烤都不懂在那里煮的、哦。你有看到人家有什么的，你就可以问人家这个谁。上网应该可以找到有的。楼下都是哦。是啦，头一部开枪射你啊，有 Calvin Klein 啦， Tommy 啦， Fred Daddy 啊，这种是柴油车是吧？柴油车来的。刚刚去看了认的东西。不懂跑哪里去了，现在正在找他们。这里有车，是 DCV Honda 的车展吧，小小小小的不、CV。十八度。那人呢？霸王茶居。有看到人，打电话给他们了。原来他们上厕所。只要出了一两个兄弟，之前出的是180千吧。166，最 high spot 的166。
带阿妈去看那，叫阿妈买了的，叫阿妈给你签。我要看老婆。啊，带阿妈去看那。你跟阿妈讲，你不用跟我们讲，我们现在身上没钱。屁股。真的。跟阿妈讲，屁股在后面，你摸一下。比亚迪，比亚迪，带你们来看一下比亚迪。我们来看比亚迪，都没看过，刷孤儿。没有、啊、是啊，可以帮我们拿电车来的，它没有引擎的、啊、阿姨应该出来害家电车有啊，油这里都有的充，油站都有的充了啊，但是在特定的油站啊，不是每一个了，有 BJ 最多了，有哎妈，八鬼听了，这水有的。比亚迪，阿托沙，比亚迪阿托沙，这个就是 SUV 了，这个也很美啊，这个 SUV。我们来看看它里面。哇，好美哦！有没在呀、啊？坐的跟别的车不一样啊。没有。它这边还有一个仪表盘，它仪表盘电动的。好美。它仪表盘电动的。是啊，都是电动的嘛，很漂亮。我以为这电视。还有山路。哎。不要。No， 不要弄。车尾箱，那它车尾箱就不会大了。No， 把它进去看，进去看了。jadi dia kira， jadi macam saya tunjuk yang tadi lah， sebab kalau ni ada budak video， 来，senang betul lah。这多少钱啊？啊，小心啊！多少钱啊？这个？这个啊，我们是有做 discount， 或者是148。有148了。啊，148 ，original 168。你要买吗？我先给你卡片的，等下你可以，我们这边有的 test drive 那些的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可以过来找我们的。哇，148千嘛了，八十倍呢。无了，照正常的嘛，这电车嘞。电车无你包吗？无够啦。两个人都没用的，马路还没科技，这个过油车，马路油什么还可以给了是不？加工呢，我都买了，不是马路了，不使我搁只聊大类，不使换，全电路哦，这应该是拿电箱吧？没有研究过。148便宜，本来168的扣20千，这是个贵的。可以。120。120。
那个比那个比较划算。这个小两嘛，这个 OK， 这个一次多是吧？哦，不是有 discount 吗？他讲有 rebate 20%，你可以取148。哦，他那个 rebate 为什么有 rebate 呢？因为那是 register 在去年 register 的车。哦。OK， 明白。所以这个有的 rebate 就是去年 register 的车，不过还没有开过了啦。去年生产的车啦。这个电跟油都可以啊。电的，全部电的。这个适合女孩子哦，漂亮。太早出了，不错。看到吗？马来西亚油价月过后有可能会调整了，你们有没有兴趣啊？买电车啊，不错的哦。我刚刚问了他168，我那个阿多住。是啊，走了没看一下。你要什么？啊、你看还看到就要了，你看。嗯。哇，现在那个阿杜山的话呢，本来价格168，它现在是有 discount 20%，但是呢，那个车是去年注册的车，还没开过的，不过148,000，不错哦。可以。现在就要过来看这个 book， 就是这样的 book 了喂。没有了，这个要问他们。你现在你可以先问吗？要到来到这里顺便看是在哪里。他们拜六礼拜没有做工了，叫我拜一才问。不用看了的，就是这样来的。没有空了的啊，这个旧区嘛，新区那边不懂有没有。刚讲的啦，他们吃饭顺便出来。他们都是一个月这样子。一个月了啦，没有几天的啦。一个月没有空啊。如果要做就有空啦。啊。啊。那两个高龙啊，他小孩子的眼力真厉害哦，他知道他要的东西是什么了哦，其他的他都不知哦。朋友们，你们知道这个不？一个月需要多少钱吗？这些啊，租这些铺来做生意的，不懂看我的频道的观众们，你们有没有做这样类似这样的生意？就租一个铺，然后在这里卖东西，有的话留言给我知道一下哦，或者 PM 我一下，麻烦你们了。因为我现在是要找一个类似这样的档口，这里都是吃的很多人，哎，弯回出去了，这里很，买东西吃，哦，买给他吃了这样。你要吃哪个？要吃，吃那边没有的，这个 OK 的。2 hours later， 晚餐时间到了。现在我们在巴生这里是夜宵，不算夜宵吧，应该是晚餐吧。在巴生的96度角这里，你看人一大堆，叫了一个汤圆，然后还有这个麻辣干锅，还有肉骨茶。但是那边还有很多东西吃的。七零，你来打米兰的米线。还有又来。叫了麻辣香锅。要再买。
喝足走人啦、啊！再见啦！再见啦！就去，特地下来把神去吃。按摩摩看不到。按摩摩看不到。我看到了。按摩摩哪里有看到？按摩摩看到了。按摩摩看不到。他在照后面有。我在。好吧，朋友们回到家了。那这一期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为止，希望你们会喜欢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和转发我的视频哦，谢谢你们，那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